gua nak jadi superstar, oi! Every Tuesday. Ini mana rascal? Kamu nak tak ni? 我建议你们去参考一下五月天啊，还是飞轮海这种类型的。好吧，你看，狗狗回来了。。KL 嘅比賽點啊？白色就會死咩？你可以叫他不要在這麼多人面前叫我 boy boy 可以嗎？你要找的人現在在一個叫做 Kampong Kara 的地方買小辣，硬性買你。Really be happen, really be happen. What's my man? Come to our Kampong Kara, 接来我节目。就先来。我阿文节目给我来了。一把火。重凶。这位是来自台湾的冠军歌王高中锋先生。吴发达，有本事你就给我站出来！30年前，一个来自香港的爵士高手，在我面前夺走了冠军。德布，我们是来踢馆的，冠军歌王制定挑战赛，四天后见。你要亲生爸爸，现在为了买这把吉他送给你，进医院了嘞。20年，爸爸就是每天一个人在打扫这个房间，每天搞烧腊养你。他一直向你隐瞒他以前的风光事迹，就是不希望你知道过后像他现在这样放弃自己的梦想。一定不敢让活在自己的世界，但是一直要大家认同你的音乐。放下吉他，立地成佛。欢迎大家见证今天的比赛，终于盼到两位实力伯仲的高手。那后生仔啊，摇滚呢样嘢咧，唔系话靠听埋呢啲事情就可以真正了解嘅，最紧用你嘅心去感受。怎么五月天七夜半？总有一天啊，一定会有人明白我们的音乐。